是好，不好意思让你等了，我是 Jerry。 这几个月我想要拼一把，看看我自己在我人生里面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会只是永远做道明寺。我一起的这一组，我觉得大家都挺有自己的特色，又跟超级会弹钢琴，又跟超级会练武功的，我想是好厉害的一个团队。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。就可能这五个人里面我是最差的，但是编程序影响了我，然后也帮了我。就是我节奏感可能没有那么好，每次看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有意无意的去帮我找那个节奏。他给了我很多力量。云龙很像我以前，就是就很调皮，然后就跟他感觉更有默契。北京你熟吗？我当然不熟啊，我你都没，你是没朋友？有，北京有一两个朋友，比如说钟丽缇啊，然后佟丽娅，哦，张钧甯，就几个，三个，嗯，你现在有四个了，谁啊？算我一个。你是谁？我是未来的影帝。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蛮紧密的连接在一起，我的心就很快的融入在这个环境。先正去唱一个呗。你的专场，什么调？你先看大家，要看大家的。在最后合唱《流星雨》的时候，压力挺大。是头一次接触，记词困难点。要你相信我的爱，我的爱，你的爱，只肯要你相信我的爱，要你相信我的爱，要你相信我的爱。恨了就是，我恨了，我要记住，要你相信我的爱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卓哥你这样唱流星雨感觉要带一把刀是吧？你有了我，再也不会没方向。对，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确实极难的。跟着我走。我们平常练的人像武术京剧都练眼神，一转身啪一啪都要练这个最后盯住的那一点。别把大家给带歪了，柔一点，柔一点，所以一直重复练。走你都敢走。这个确实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吧。